大家好，我是喵妈。刚刚在下面做事的时候，听到上面的鸡在叫了，应该是下蛋了。我们进去看一下有没有鸡蛋，走。进去看一下，先这个拿开先。你看，有六七个，哇塞，有两个。哇塞！看一下老母鸡这里有没有？老母鸡走开！哦，这里也有一个！天哪！今天竟然捡了三个鸡蛋！哈哈，好几天都没捡到鸡蛋了，今天终于捡到三个，不错不错，今天有鸡蛋吃了。给他们喂一点，奖励一下。这几个先放着先。这个喂点玉米，拿这个来。就倒点果汁给他吃。好了，好能吃啊，一个个的。个个的毛发都好光滑，超能吃。哟，吴小喵，你吓到他们了。